上个礼拜我在网站买了一个被叫软的，买了什么？我们直接在主题看，来来。前面他有讲到他好处，然后就是Dyson Super Sonic Hairdryer的一件，好，它里面有手，然后保护成 span 来保护。这里里面有啊，一个大一点的嘴。有这个不知道什么，等下解释给你。这个是挂的。这个是白色，它与另外一个是红色，这边左边，这边左边还是这边左边？我已经讲过很重，差不多轻过我一般的那些，叫轻，来这边有它的一些板凳，这里是红红底上底下的，然后这里有。control control， 然后这里有 airspeed control， 然后这里有那个热度 control， 我知道的。没有错的话，这里是 LED 出来，可以给你看它的灯多少个灯，开多大。它的 motor 明明就在它的 handle， 这里是完完全全是区分。它是用 UK 版 Standard Edition 的。好，然后还有一个这种东西是它的水是 Magnetic Magnetic User下一轮就要把它插电，再吹干，看它感觉是什么。这个风是我人生中买到最贵的一个风。为什么我要买这个风呢？因为我看很多外国人的 review 啊，都很多外国地方都有用这个 review 讲它的风。吹头发最坏啦，不好用啦，大风很轻啊，所以我想自己拥有一把来尝试一下，就尝试了。好，所以这个呢，我是在Living Gears Malaysia 买的。底下我会 share 一个 link 在哪里买到这个风筒。我买的价钱是1799块，所以它跟一般的 retail price 都是一样，它没有比较便宜，价钱是1799。这个 air multiplier technology 是他们的一个
出名的地方，就是把它的 Amplify by 3,就是乘3，它的 technology 就是可以给它一个很 high pressure 的，很高很高一个 pressure 的 foam， OK， 打出一个很有力的 foam， 很大 foam 这样，是他们的 signature technology， 就是他们的好料，就是他们的好料啦，已经讲到尾好料。OK， 过后就是它的 surface 啊，这里是就是 magnetic 的 ，OK， 就是它的那个嘴啊，风筒嘴啊，粉色啊，就是 magnet， 刚才我表演给你看，然后它有 LED， 你给的就是有灯的这里，就是如果你按大风、小风、热、中热，它就出那 LED 的灯。好，然后啊，这个是 Air Force Setting， 就是它的风的力量，就是你要中风、大风、小风，三个 level。然后这个是 Negative Iron， Negative Iron 就是啊，不会解释，就是应该是 Negative Iron 是什么？负离子。负离子哦，就是你的头发不会有那个啊静电呐 啊那个静电啊，所以比较滑这样的头发。好，这里是 power sliding off， 就是开关电，开关电源，开关。然后这里是冷风，冷风。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出名，因为一个 Dyson 的 hair dryer， 为一个 hair dryer manufacturer， 只有 OK， 只有他们的 motto 不是在头的，是在他的 body 的，在他的 body， 就是为一个风筒 manufacturer by Dyson， 只有他们有这样的东西吧。好，然后啊、insulating chamber 就是啊、它的热。OK， 它会就引烧出来 ，OK， 就里面没有这样热，就可以 control 它的 temperature， 你可以常用，就是用长时间，然后它也不会烧，也不会怕爆炸，OK， 它下面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个可以这个 filter 可以拿出来清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会解释 ，OK， 这个 OK， 这个风筒是出名是很静哦，又静又大风哦。这里写，等下我们会 try 看看它是不是那么静哦，是不是真的是那么静，还是他们只是讲罢了？我们就要尝试一下。还有这个，还有他们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chipset，OK，、okay， 它的 chipset 可以。一个 sensor 可以 measure 啊，就是可以知道 ，OK， 可以知道它的风进出的热度 ，OK， 它可以知道它的 balancing of 风的热度，不要像有时候过热，有时候过冷还是怎么样。平时一般风筒是没有这种 chipset 的，这个 chipset 是个20次哦，他们的就是可以知道啊 per 一秒钟20次他们这个 sensor 啊。这个风的热度跟冷度啊，就是给它一个 balance 啊，就是很平啊，就是很均匀的一个风 的温度哦，所以你头发不会伤，不会说一般的风筒啊，有时候开太久了啊，或者怎么样开过浓啊，超过那个 temperature， 超过那个热度，头发就会伤。这个是每一秒钟他们都是这个 sensor， 就是把它measure 到准准哦 ，measure 出那个风。是肯定是那个温度，那个 processor， 还有一个那个 processor 在这里面 ，OK， 这里就可以 control 它的热度之类的，然后它的 model 是用Dyson 他们自己的自己的 model， 是有 V9 的13个 impeller blade，OK，、okay，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 blade 是怎么样转在110000 RPM 不知道怎样形容它的快度所以啊，就这样咯它很轻又很小还有什么这些也是它的速度这个风筒它说因为它有一个 rubber 的 isolation 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 rubber 的 install 在旁它的这个东西的它的锚定的这个 body 的旁边，所以它很不会 feel 到你的风筒会有震，好像你拿长期你的风筒，你的手会有一点麻，因为你的风筒震很多，这个风筒是很少震的。
哦，或者是真的假的，嗯，我们就要看是不是真的，等下我们就要看看一下，尝试一下，好，就知道这个蜂蜜真的是那么所说的。还有这边有三个这种嘴，比较大口的，它吹的风比较厚一点；小口的就比较啊concentrate一点，就那种小的这嘴比较concentrate。听说这个嘴是很出名，很多人很喜欢用，只是这个嘴哦，因为它的风真的是很好，出刀很准，很均匀，还有一个 diffuser。喇叭，所谓的喇叭。哎，这冯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开它的风它是怎么样？是需要推上去，这是小风，小风，中风，大风。OK， 听它的声音只是降罢了的。OK， 这里可以控制它的热，小热，第二，还有。第三 ，OK， 如果是冷风，你就按99，它就会变冷风。OK， 大致上你要关，就吹下来，就关，来这。但是风是蛮大的，好，来我尝试给你看。都蛮大风，还是很大。来，我要勾这个嘴，这是最小的嘴，还有一个比较大口一点的嘴，小的。我们尽量还是先不提了。拔出来。非常的稳，没有乱乱来，风没有乱乱来，所以吹头发就比较很准、很稳，也知道了。这个就是一般的风，听它的声音。这讲话没有什么听得骚扰的，这个讲话还可以听到清楚。这是开扰最大风最大的、哦、讲话大家还可以听得到，这个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比起两个这个就比较轻，这种是一般的风筒比较便宜。